我们在塔塔家这一边，伏羲树这里，观看漂亮云海，前面雪山呢，下雪覆盖山顶，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在哪里？阿里山车站，然后我们在阿里山车站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坐车去昭平车站，还去昭平车站，然后再往下走。我们要去逛那个山水步道，巨木，我们去看巨木，很大的巨木，多大？很大，就这么大。对对对，也是看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来坐火车了，来走，阿里山小火车。来，我们进去坐车。谢谢，走喽。我们来昭平县小火车，来了，就要坐小火车了。耶耶耶！哇，你要坐最前面了、啊，坐最前面。前面风景比较好。前面风景比较好。好热哦。好、啊。啊。对。我在看到这一条超级不近，因为我的车子被他撞了。出发了。哎，我们到了。哦，快哦！来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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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哇，到了昭平车站。昭平车站，来走，我们走步道。走了，好，我们要去山水步道，所以那个昭平车站出来左手边。然后一直走，然后这是昭平公园，然后再往前。那前面是那个生态教育馆，所以往旁边走。往旁边走，这里、要走到派出所，山水步道就在那一边了。停看厅，这里就是派出所，然后山水巨木的入口在这里，山水巨木。在派出所旁边，走。你只要懂得喊你重点之句。树洞巨木，树洞巨木啊，哇，好大一颗哦！很大的洞，对啊，很大的洞，好大一颗，你要进去看吗？好啊，进去看，哇，巨大的这个树洞巨木，哇，好像很大嘞，龙猫，有没有龙猫？哦，哦，这这样耶！你看里面，里面平平的，平平的，可以坐着在里面。而且有上面有一个大洞，洞，那、上面空空的吗？上面，像过不去吗？看不出来哦，看不出来。上面不知道没有空空的，应该是没有。过铁桥，小心。这个铁桥要小心哦！我看要看你们摆
铁桥走过来，再往前，水杉巨木，哇，要往上爬了。好，我们好像到了哈、哦。楼梯走上来就到了，搞到一圈水杉巨木啊！哦，就这颗啊，你看好大一颗。对。哇，现在看到哎、欸。往前走。对啊。现在看到。哇、哦，那一个好大一颗。哦，现在才看到。哇，你看，好壮观。哇，好棒！这是什么？水杉巨木。跟巨木说拜拜，回去了。